隔壁的人出来了，隔壁的人出来了，他说他家也没电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，我说你家也没电吧？然后他说嗯，他说，然后我说我家也没电，外面还挺亮，路灯呢？这是路灯来着，路灯。嗯哼哼，举一杯天上的水。嗯哼哼，嗯哼哼，哎呀，车上全是水。现在连个 PK 吧，不连了，不连。现在不打 PK， 手机放这儿，好冷。你开车去哪里？回家。回家。你看那后面我的衣服。我的衣服，我的帽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没了。然后一个，这是我的外套，衣服，然后枕头没了。灯没开，我操，没，等一下，安全带没系。上的水，等着我的风，看不见，反正看应该看不见我在干嘛哈。能看得见我在干嘛？欢迎翔哥，翔哥，我家又停电了，我家又停电了，乌漆麻黑的。一点电都没有，乌漆麻黑的，一点电都没有。回家不？到翔哥来了，嗯呢。开车不要看手机，好，好。副驾驶直播吧，放副驾驶直播，放副驾驶直播会那个啥的。我马上就到了，我马上就到了，一分钟，我马上就到了，一分钟就到了。里面没有车位，停外面呀。我怎么感觉外面也没车位啊？啊，先进去凑，先进去溜达一圈，看一下有没有车位吧。没有车位再出来。
好冷。我怎么感觉我们这个小区域也没电视？没有人家里开灯呢。哦，有家里开灯，我以为我们这个小区也没电。乡下没有电就算了。乡下没有电，停电了，刚刚突然停电，吓死人了，一个人不敢住。有一个灯，就有一根线是好的，还算好一点，一点电都没有，那就有点吓人了。哎，妈呀，好黑呀！哎呀，怎么灯也没有？怎么感应灯也停了？啊，有了，爬楼梯，爬楼梯。妈开门了，听到我声音了。他能怎么听见？他能怎么听见？拿透明给你。哦。把它抠死了。抠死了。嗯。这是干嘛？刚到家。哎呀，哎，热死了！他记住诺诺家住几楼？我家住4楼。爬楼梯。以后好相遇。麻利欧的，赶紧回家。刚那是在乡下，刚那在乡下，乡下电路不好。哎，属猴。这是后一个。嗯。冷的。嗯。人数也啊。嗯。人数。嗯，过过来。我不能，我热死了。很大呀。嗯。那那就干活干，那是干的。嗯，不冷呐。没冷人呐。你都没冷，我在那动。不，你们干嘛？看一下你妈。看见妈刚睡觉起来。嗯。看见妈。翔哥看见了吗？你咋没有啊？还闹着花咋了么的？我就是我咋不行？你那么急啊？我俺坤姐闹着花咋了？不帮我儿子？我操！看银行还有礼物少的，都来坐。嗯。坐吧。我赶紧帮赶紧帮你找。不要你管。我也去订餐呢。嗯。咋让我进呢？进医生呢？那眼睛都是困着睡觉，刚刚起来困着睡肿了。哎，翔哥，看，看了吗？我操！谢谢翔哥。我跟我妈长得像吗？翔哥，我跟我妈长得像吗？我问你们，我跟我妈长得像吗？他像他爸爸。
不像。可乐跟我妈长得像哈。翔哥，可乐跟我妈长得像哈。阿姨比你漂亮，我操，有一点点，只是有一点点像。可乐跟我妈长得像，可乐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，真的，脸又大，又脸又大又肥。你看我妈现在状态还好吧？我刚睡觉起来呀。你姐来的，我操！你姐来的哟。翔哥想让妈妈唱浪子行。刚睡觉起来呀。你姐来的，我操！你姐来的哟。翔哥想让妈妈唱。我不晚思考。卡了，好了。你工资哪万了？工资两万了。妈，我六年更考。我现在有残疾。司机玩不好啊。我那残疾。哈哈哈！残疾的衣服，前天洗的衣服没走啊。你睡哪里？我晚上不在家睡，我你没看我家床上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晚上不是不在这家里睡吗？我在乡下睡，然后然后我的床上啊，连被子都没放啊，我不在家睡，连被子都没人给我放，那个床上全是东西啊。然后呢，要是不是我临时回来，我妈说我去给你捡床去吧，我晚上睡沙发啊，我晚上睡沙发、啊，不睡床了，不在家床都没人给我收拾。天天不是也太吃太严吧，把他的衣服全部洗掉。天天睡乡下的，啥床都没人给我收拾。看看你闺房，我房间好乱。嗯，玩的挺长的。我房间好乱，带你们去哈。带你们去哈，房间好乱的。看，我操！你看，床都没人垫，床都没有人垫的。拿进来看，把紧衣服。玩不好，看到了吧？啊，我在这折衣服啊，你看到吗？这前面大衣服。床都没有人垫，吉他，嗯呐，我房间好小哈、哦，你们看见了吧？我房间好小的，就五个平方还是六个平方 ？Emma， 我房间几个平方呢？你知道我家房子是120个平方的。然后呢，除去公摊大概是加上赠送的大概是反正就是115左右吧。我房间就六个平方。我房间六个平方。你知道吧，我房间就六个平方。我本来想要我弟房间，我弟房间大，然后外面还有阳台，我想让我弟房间，我爸妈不给我。我爸妈不给我，他说那是你弟的，爸妈不给我，就分这里，果然是捡来的，六个平方。他跟我哥哥两个人，你知道，就是捡来的，不是，是我弟跟我哥两个人一个房间，我一个人一个房间，我一个人六个平，我六个平方，他们俩睡一个房间的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让它默默不停的。
你的床就得一半多了。对，我之前1.5米的床在里头根本就动不了，然后我把那个床换了，换成1.2米的，换成1.2米的，然后还把那个裁了半截，裁了半截，就是脚那个地方裁了半截，因为我没有那么长，本来是1.2米乘1.9米的，我裁了只有1.7米，裁到只有1.7米，裁了20公分。像最大风吹，你把我房间拿走不就好了？我不敢弄，真的是。打个 PK 吧，哎，手拿的有点累，蹲地上不？饭店饭店没有玩，不跟你上。饭店没有玩，然后拿个垫子坐地上。我拿个垫子坐地上哈，房间。去打 PK。去一杯天上的水。中国江西彩礼最贵。哦，薅羊毛啊！Hello，Hello，我们玩点。你说吧。你说了跟我一样坐地上。我蹲着直播，好吧，我可以给你蹲着直播。可以。好，可以，那我闭麦了啊。那我说了嘞。你说了你就躺着直播。好，算了，开玩笑的。你输了以后你就那个，我想想，上次划我啥？起来，我们二十个高抬腿，好不好？20个高抬腿。好，那我闭麦了啊。这个是我。我做点子啊，不是点的。啥来着？不冷呢。不冷。那你让开，要不？不要。哎呦，不要，我动不了，不要。亲爱的，午夜吉祥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没有音乐，这手机没有音乐，我下一个酷狗。没说好吗？哦，不晓得屋里无险，说了，不晓得屋里无险玩密谋。我听你个硬门开的。你的单来不？不单的。我们来能吃狗不？我听个老几桶拍面了。进来了。能力吧，不能停，然后吹，然后吹。关完你地方，进哪？关完你地方。能力边那远近吗？有啊。听着里面也比较近。里面比较近。反正老几桶排名。用尽力了，问题是。尽力了。今天出几只？出来了。欢迎翔哥。谢谢用户371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不冷呢，我都热死了。骄阳地带风吹，要输，我们一起众筹一下，一起众筹一下，谢谢翔哥，我们一起众筹一下。我们一起众筹一下，哦，好热死了！有那么冷吗？要穿外套，好热。
刚刚走路走的好热，刚刚为了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，从乡下回来就跑，都是用跑的，都是。谢谢。我们一起众筹一下，守一下塔。我们一起众筹一下，守一下塔。别给对面偷了。就像期待风吹，待风吹。谢谢灰色轨迹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。哦吼，要输了哟。哦吼，要输了。对面好像有点厉害哈，对面好像有点厉害啊。咦，打雷了，刚刚闪电了。谢谢翔哥，谢谢翔哥，谢谢灰色轨迹，谢谢，鼓掌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用户371，谢谢，谢谢就那样吧。啊，喂，听不到我声音吗？算了，高抬腿。抖音哥伤透了心，觉得他喜欢的两个人呢。啊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，啊，听你说的忘了守塔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当做我运动了一下吧，没事，啊，我走啦，拜拜，喂，哎呀妈，有点吓人。怎么还打雷了？半夜的打雷，怎么感觉今天有点时运不济？感觉今天有点时运不济啊，是什么鬼？今天运气有点差，运气不好。我妈3年没有打我了，害怕打雷啊。不是打雷，我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玩个啥呢？你说吧。输了。打不了榜100，没那么多人。我不打榜100。没有，我跟他们说话。你输了，你就那个套个垃圾袋吧。好。那我闭麦哈。好。我想把闺蜜变成弟妹，什么呀？还好早一点回来，还好早一点回来，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雷了，我吓得要吓死。谢谢提莫，你不是在成可乐可他。
他4月1号回来。他4月1号回来，可可。我弟4月1号回。下雨了。你菜都怪美。我们有散票的一起众筹一下吧，谢谢丽萍阿姐。你们听到雨声了吗？猫卡，你们听到雨声了吗？能听得到雨声吗？谢谢无聊的人。还好早一点回来。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？4月1号啊，4月1号不就是明天吗？过了12点。过了12点。就让这带风吹，带风吹，带风吹，带动我心里一点点的。我怎么感觉我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？我家怎么那么可怜呢？明天不就4月1号吗？我还没买票，我还没给你买票。我跟你讲，明天31号，嗯。今天31号了，翔哥，过了12点了。今天31号了，过了12点了。今天31号，谢谢李健。现在已经31号，对，现在已经31号了。但是我了。你有惨吗？还有么子惨没？哎，高坡屋里有地产的没？我们那应该有绳子吧？啊？哪里不好，去特呗。有，肯定有，好冷的。啊？那是梨子，不是咱的，不是买你去的。不好气啊。嗯，你干啥也去了。嗯，我还买了么东西。我就这买干啥个东西还没了，苹果没了。谢谢面具人，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别给对面偷了。哦，不要，听不见，炒个菜，有菜不？啊？少了点，毛东西啊！谢谢翔哥，等明亮。谢谢翔哥，谢灰色轨迹。谢谢翔哥，谢谢翔哥，谢灰色轨迹，谢谢新锁，谢谢李健，谢谢无聊的人。谢谢阿姐，丽萍阿姐，谢谢江流月，谢谢就那样吧，谢谢面具人，谢谢提莫，谢谢。哎呦，害怕把人惹生气。哎，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俩要不要互关一下？好，拜拜。我这牙吃水果方便吗？我这牙啃。
欢迎 VIP。翔哥，你说这话就不好了。啃啥个方面？啃啥个方面？翔哥好逗。你知道吧？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因为我的两颗门牙好大。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别人不会觉得我长得好看，别人不会觉得我长得可爱，别人不会觉得我长得瘦，而是别人会觉得我两颗门牙长得比较可爱，没有别的，就这俩。我要比南南极人。啊，大明，我气的气蛋了。我们你要气的气的。那个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当你帮个那个在我头了热热一下，我不能转一下就好了。反过来热。嗯，你把反热。我本来只能两个边头的人去。我不要，嗯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啊，听到你这样说会不会不开心？不会。不会的，不会不开心的，我们。我晚上来，我晚上吵他们是，哎，那明天再试呗。那明天还得试啊？哦，我就问明天不得死，我好容易不是不得死。我这是半夜死，半夜回家。回家要中暑啊？暑中凉呗。两个人吃饭的天有了哟。嗯，不是还另一个，还那不还有一个卫生间吗？没在呀。在可是在，他没得在的。是。嗯。妈明天还做事，我妈明天要去工地。我妈她明天要去工地做点轻松的事情，做点小工。我来么子？为什么你的管理只有翔哥，其他的乱七八糟一大堆管理？这是因为你专一吗？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管理，我们家管理有好几个人啊。江柳月，我们家管理有好几个人啊。现在在我直播间的管理有啥？翔哥、邓哥、皮皮虾，嗯，还有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刚刚一个雷把我吓到了，嗯，没了。哦，那就没了吧。我们家没有几个管理，我们家本来也没有几个管理的。哪里的话，土拨鼠江西九江话，江西九江话。那本来就是姐姐。嗯。哦，嗯，看山子上，你咋能够跟妈这个学连过？我好气，我跟妈连过，你气吗？这个。气了，真大个气好气不？讲别别，我妈上我锅弄石头。嗯，这你这我啥好气嘞？这天气都挺冷，我好气。嗯，你咋啊啥？给小可乐上一点。我弟呀、啊，我弟他不配拥有我的管理。我弟不配拥有我的管理，放歌没有歌放的，我家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，我这手机酷狗都没有。手机酷狗都没有。看到了吧？就这几个软件没了，酷狗都没有，网易云也没有，我连我家的无线网密码都不知道。我连我家无线网密码都不知道。我跟你们讲哈，我家无线网密码在哪哈？我家无线网密码在那个地方，看你们看那个地方有个路由器，这里，那个路由器哦，
你得把头塞到那里头去看。无线网密码得把头塞到那里头去看，那是你家的不？那我家那无线网密码得把头塞到那里头去看。问一下，错位时空谁最先谁改编的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是谁改的，好久了。你能是你家里的？我怎么就不是我家里的？我怎么就不是我家里的我？那么的穷，那个那么的穷，我喝过你喝过的西北风，那我们算不算很穷？再看看口袋里的钱包空空，心好痛。我吃过你吃过的窝窝头，在历史中没有一滴油，梦想着总有一天变成佛，长什么什么。啥时候感冒才会好？钱钱钱难赚火了，钱钱钱难赚，难难难赚钱，没有钱的日子我夜夜难眠。钱哪钱难赚，我啊我太难，思绪爱说白了发，只嫌他们太有钱。哎呦，你们要笑死我，真的，你们真的是，你们真的会笑死我的。家里经常停电，所以密码老是自己更新。就因为这首让很多人认识你，是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耶，我不想。哎呀，不要。好粉丝的。我不要粉丝，我要我不起粉丝，不要。你就。小粉丝值啥呀？嗯。小粉丝值啥呀？哎呀，莫背莫背莫背，弄个大众超了人挖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丢我不来的，当你给我丢我不来的嘴，要不就是了。不叫阿贝，不叫阿贝，不叫阿贝，你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嗯，真正的嘞。我爸都起来了。我一回家家里鸡犬不宁呢。我然后平常年常年晚上都待乡下的，你知道吧，常年晚上待乡下的，一回家半夜只要一回家，我家里鸡犬不宁。你爸在做宵夜，我爸问我吃什么，然后他说给我煮那个粉丝，我说不要，我说不要别搞了，我说你赶紧睡觉。我妈说让我爸把我把那个香椿呢，那个晒干的香椿给我蒸一下，香椿炒肉，给我蒸一下，然后那个大蒜炒腊肉，然后也给我蒸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就那么吃。嗯，谢谢你，嗯，你个大蒜炒腊肉不会搓的吧？这把背炒起来就炒起火不蛋。哎，我不起火不蛋呀你。炒起来就。你不起。不行，家里都是男的做饭，因为你是你家顶梁柱，你拉倒吧，拉倒吧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我一回家我家里鸡犬不宁的，我爸也起来，我妈也起来，那是，我说我饿了，我爸也起来，妈也起来，唉，头发干燥，我今天洗的头。今天才洗的头。哎，杰少，你这个头条大咖哪来的啊？你那个名字前面那个头条大咖是哪里来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头条大咖是哪来的？嗯，小时榜
上小时榜就有吗？上小时榜就有吗？哦，不能喏，你莫总讲说能，我晓得，我晓得么子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没么子，不能。我想要一个，我想要一个，我看一下，上小时榜，现在小时榜多少钱呢？谢谢翔哥，谢谢。谢谢翔哥送的爱的航班，谢谢。等一下，那个刚刚那个谁来找我了？诶，哪儿去了？我也想要一个，得上小时榜是吧？我操，现在上两分钟小时榜这么贵的吗？江西第一了，不是，他说的是小时榜，不是江西榜，翔哥。翔哥他说的是小时榜，不是江西榜。小时榜，小时榜前几有啊？我先问一下介绍。小时榜前几有？谢谢翔哥，你是头条新粉？我不知道哎。我不晓得你说是什么东西，一晚上赚到超十万人民币，我什么时候赚到超十万人民币啊？我什么时候赚过十万人民币啊？我从来没赚过，一晚上赚过十万人民币嘞。今晚发福袋了没？没有，发不了福袋，我账号里没钱，我账号里没有币。翔哥刚坐上江西第一我就没了，谢谢翔哥，我屁股刚坐上江西第一我就没了，我去打他，他不接我的，我说我去打他，刚屁股刚坐上江西第一我就没了。真是无情，他怕你，他可能觉得我们家没什么条件，不是他怕我，不是他怕我，是他家，是他们家可能觉得我们家没什么条件。嗯，谢谢翔哥，谢谢翔哥丘比特，谢谢。没有钱的日子我月夜难眠，钱啊钱难赚，我啊我太难，谢谢 thank you。 不行，我再去连一下他，他居然不接我的，他再不接，不再不接我的，你们哦。 Hello 你好。你好，我刚好，我刚谁在，我就想点了你两，啊，对，我刚刚在唱歌就没有接。嗯嗯，那我们打一个。你说玩什么？要啊？打一架吧，你说嘛，玩什么？最后玩什么？你说，那就做二十个蹲起吧。好，好，过程不完哈。闭麦。明白，怎么还不睡觉？不睡，我还没到，还好多回应。他是因为他有声卡，对面也是九江的啊，对面也是九江的，打他，就是因为是九江的，先打再说，我等一下再说好话。我们先打啊。打完了再说好话。谢谢翔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先打，打完了再说好话。哦，上来了，
看老乡能老乡是吧？欢迎匠人，我们散票一起上一上，一起走一走。谢谢翔哥，谢谢。打了再给糖，对。我们先打一顿，打完了再给糖，对吧？谢谢江流月，谢谢面具人，谢谢杰少，哟，上来了，对面上来了，我们再一起这众筹散票走一走，散票上一上，谢谢翔哥，谢谢。谢谢灰色轨迹，感谢灰色轨迹送的摩托，谢谢无言，谢谢灰色轨迹，谢谢我们家翔哥。你要钱的儿子，谢谢灰色轨迹送的摩托，谢谢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没事就走两单。PK 不守塔，前面全白打。谢谢无言，谢谢我们一起众筹散票，一起走一走，大家一起上，对面也好几个人一起上的，谢谢江流月，谢谢对面也有好几个人一起上哦，对面也有好几个人一起上，我们也一起上一上好不好？有眼镜的走个眼镜。这个五毛啥就是我的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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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翔哥发的红包，谢谢九班部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散票在一起往上上一上，一起走一走。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谢谢九伴不离，谢谢不忘初心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我们一起守一下塔，谢谢面具人，别给对面偷了，谢谢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很穷？再看看口袋里的钱包，空空心好痛。守塔了，守塔了，兄弟们！哦，谢谢翔哥，谢谢灰色轨迹。小乔对面了，这意外出现了，他居然拿大炮打我，谢谢翔哥，谢谢灰色轨迹，谢谢江流月，谢谢九班不离，谢谢岛主，谢谢大家，他居然拿大炮打我。等我，好，那我走啦。就走啊，我们再打。就走啊，我们再打。打不了了，不玩了。就走了。
下次再玩吧。再打一把吗？再打一把吗？嗯，打不了了，我们家打太多了。那，拜拜。这个蹲起真贵。这个蹲起真贵，还不让报仇的。他拿大炮轰我，他好过分，好过分，他居然拿大炮轰我。哎呦，笑死我了。刚刚你在哪里 baby？ 在家里啊。我们家乡下停电了，所以我就跑自己家来了，跑爸妈这儿来。大家停电了，播着播着突然停电了，我就没接你 PK。 哦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在你爸妈那里啊。哦，好的，想玩个什么？你说吧。我说带个塑料袋。好，回答的这么干脆。翔哥在，他哪天都在啊。那不带塑料袋了，不带塑料袋了。那你想干嘛？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，就简简单单的。菜纸啊。嗯。输了一个眼睛。菜纸团。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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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可以。好的。好，那我闭麦了。嗯嗯。欢迎峰哥竞选山东不倒，我们不倒，什么鬼？对面裂开，我们跟昨天一样，猜纸团输，他要猜错了就一个眼镜，猜错了一个眼镜。我不信我今天运气还这么背。我不信我今天运气还这么背，让人家猜三次都没猜着的那种，我不信。我吹过你吹过的，你算了吧，土拨鼠，你会说话不？烦死球了，你们这些人，哪个？哎呦呦呦！我连纸团都准备好了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连这个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就想赢一下，就想赢一下，骗上人家对面坑个三个眼镜。就想赢一下，坑三对面三个眼镜，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不是想坑对面三个眼镜，主要是想展示一下我这个赌神的那个潜力，主要是想激发一下我这赌神的潜力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穷？再看看口袋里的钱包空空，心好痛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谢谢翔哥的保时捷，谢谢，谢谢翔哥的保时捷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翔哥。青岛我不倒，我不倒，雪花不飘，你不飘是吧？这个我都知道。青岛不倒，你不倒，雪花不飘，你不飘。我们能散票走一下吗？我公屏看不见一点动静。我现在连公屏一点动静都看不见。诺诺很是能喝呀，能喝个锤子。我只是听我闺蜜老说，老这么说的。谢谢面具人，谢谢。
谢谢面卷小肠肠，谢谢谢谢牛牛，欢迎邓哥，谢谢江流月，谢谢，我们守一下塔，我们守一下塔，别给对面偷了，爸爸总被人偷，也不晓得别人偷的是什么，总被偷。我们去的草原的后面，等候鸟飞。偷心，偷心仔一，谢谢邓哥，谢谢，收到了。哦吼，哦吼，哦吼。哦，谢谢翔哥，我谢谢翔哥，我尽量那个啥哈，我尽量猜对好吧？谢谢翔哥，谢谢江流月，我尽量猜对，给你们省点钱，省30块钱。妈呀！我尽量猜对。谢谢翔哥让着我们，看猜个什么呢？赢了，嗯。算了，我是没钱。都不漂亮，还不漂亮？这么小小，能看清吗？可以看清吗？等一下，看了行。上，嗯，答对了，嗯，好，我没有沾到一个墨镜，我省了一个眼镜哈，下，这么厉害，你不是说你盲猜不厉害，运气好，哼。又猜对，下，上还是下？下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哦，啊！哎呀，你不是，你也太给翔哥省钱了吧？省钱，只是三个墨镜，就只是三个墨镜而已。妈呀，你不是说你盲猜很差的？我运气好，今天可能今天外面打雷了。唉，好吧。省了30块钱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嗯，拜拜。我就问你们，我厉不厉害？不是诺诺的真实水平啊，脑子开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别，今天超常发挥一样。不是，你知道吧？是因为啥呢？我昨天下播之后，我研究了两下子，我看了一下我的回放，你知道吧？我昨天我下播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回放，就是你手啊，就是我跟你讲过，你的手啊放就是左放右放左放右放左放，然后呢就这样，那肯定在这只手啊。那如果说你这个样子哈，放你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在下面嘛，这样子放一下，然后呢搓两下，那肯定是在这只手啊。看动作，看动作的。昨天我下播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直播回放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别人猜我三个都猜对了。还研究了，我特意研究的，我。
去研究的。等一下，估计虽然我没听懂，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这不是脑子开窍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不信，等一下你们自己等，不信等一下你们要自己看嘛。除非像我这样子，啊，除非像我这样子，手在下面，你们看不见的时候，然后呢拿上来的时候，你们猜左右。除非你是看不见我手动，你知道吧？除非这样子，你们看不见我手动的，你就不知道我在左在右。你看，你们猜左还是右？你们猜左还是右？翔哥，你猜左还是右？看不见我的手，你们猜左还是右？这就是盲猜了。左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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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翔哥猜左是吧？其实在右边。哎呀，鼓掌鼓掌鼓掌！接个 PK 哈。对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翔哥给钱一个眼镜。那个，你想干嘛？随便玩。你平时都玩什么？你说。这样子吧，我们玩输了猜猜纸团，手猜纸团，猜左右或者上下也这样上下也行。然后那个输了就，你要是猜错了，让你们家人给我刷个眼镜，就墨镜吗？嗯，对，三次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吧？闭麦。好的，闭麦好。好的，谢谢翔哥。不信我们出去，不信我们出去再试一下噻。不信我们出去再试一下，我保证给你，保证赢三个眼镜回来，真的。谢谢翔哥，谢谢无极，谢谢一切都好，我保证出去给你们赢三个眼镜回来，你们要相信我，真的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。谢谢无极，你们觉得我可信吗？只要你站在地球的另一端看月亮，我们谢谢邓哥，谢谢邓哥送的烟花，谢谢。只要你站在。欢迎大家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哦，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。拜，事到如今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靠，相信你几次了就赢了一个眼睛，今天你要相信我，真的，你们今天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们今天一定要相信我。不信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的。我这么不可信的吗？真的是。谢谢。谢谢诺诺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谢谢灰色轨迹，噔噔噔噔噔，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欢迎莫名，窗前的明月照好。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时他的笑。欢迎默念，皮皮诺，这什么？干啥子？
对面要追上来了，对面要追上来了，对面要追上来了。我们把票再拉开一点呗，我们把票的差距再拉大一点呗，拉开再拉开一点呗。谢谢翔哥，谢谢翔哥送的水晶鞋，谢谢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没穿过高跟鞋，拉开了。哎，翔哥，你还别说，还没穿过高跟鞋。谢谢默念，还别说，还没穿过高跟鞋，真没穿过高跟鞋的我。谢谢翔哥送的水晶鞋，守塔了，守塔了，别搁对面偷了，欢迎爽哥。哦吼，哦吼。哦，谢谢灰色轨迹，哦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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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翔哥送来的航班，谢谢。啊！掉地上了。谢谢翔哥，谢谢，谢谢翔哥，谢谢邓哥，谢谢灰色轨迹，谢谢默念，谢谢无极，谢谢一切都好，谢谢余罪，欢迎 DIY 掉地上了，掉地上了一个那个跟个飞船一样的那东西，飞船，糖果飞船。嗯，哎，小姐姐，你要把手给我，你要给我们看一下，两只手要给我，不是，你要两只手都要给我们看一下。有没有在？因为我刚刚没有看见啊。好，你要放下。好。左。你说的左是我的左手还是？这边。就这边。嗯。啊啊啊啊！我这是输掉了一个墨镜是吗？嗯。什么 ？What？ 咋回事？不应该是？哎，我觉得这是不是不太科学？是不是应该输的人？我去猜输的人，怎么感觉是我亏了呢？这科学吗？我是不是玩错了？感觉这个游戏。好，是不是玩错了啊？是不是？在这手，这只？嗯。好，搬回了一个墨镜。错了，我搬回了一个墨镜，我省钱了。我省钱了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最后一局定生死了，到底是今天谁输掉这一个墨镜？OK。紧张。左。我赚钱了，今天赚到一个墨镜。恭喜你，我又翻车了。你很久没有翻车了吗？没有，我昨天才研究明白的，刚刚好不容易三次猜对了，这也猜错了。咱们再刷两个眼睛就回来吧。哦，太有意思了，谢谢翔哥，感谢对面的大哥，谢谢谢谢。赢了，赚钱了，今天头一回。谢谢翔哥，感谢翔哥。 OK OK、好了吧，谢谢翔哥。好的，翔哥，那我们下回再玩。我们翔哥刷完，对，等你们大哥先回去。嗯，好好的好的。这么有意思的吗？ 那我走了哈。还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传授我一点。我不跟你玩，我发在你手里了。刚刚好不容易赢一把，我信心满满，啪，没了。还有没有其他好玩的？那我下次再来找你讨教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
帅不过三秒。算了，你们还是不要信我了，差点变成鬼大丫头骗子洗脑。哎呦，哎呦，摔不过三秒刚，真的，你们不能怪我哈。现在咱先说好哈，你们不能怪我哈。我觉得我已经研究清楚了，但是差么那么点火候。他那么点火候，我差点以为是赌神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子讲噻，真的是这样子讲的我多没意思，这样子讲的我多尴尬，是吧？这样子讲的我多尴尬，多没都不好意思啥，真的是。你要是最后第二都把我第二把听我的一个都输不了，有道理哈，你应该早点说来，你早点扣出来，我就不一定会输的。你应该早一点说，早一点说我就不一定会输，是这样说吧。嗯，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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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电了，接得起吗？你好，小姐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猫先生。嗯，你说。你说吧。我们输了。我没有啊。我看一下哈。输了套。我们打回去。输了套个衣架在头上吗？我没有衣架，我在酒店，小姐姐。那你要是输了，你上厕所直播去吧。我们打个简单点的吧。那带个特效吧。好。嗯，那我闭麦哈。好。爬门，爬不动哦！我家的门我怎么爬得动？爬不动，爬不动啊，兄弟！谢谢邓哥。谢谢邓哥，爸爸那边梦见，爸爸，听不见我说话，万一他输了呢？谢谢默念，不玩盘门的，太危险了。那藏猫仔。你顺便帮个模子也挖一会呗，挖了就气温了就小宝。噔噔噔噔噔，咱爬得快呀，拉倒吧，我今天连输好几把了，我都连输几把了，你们有没有数啊？你们有没有人帮我数一下？我输了，我今天连输几把了？对面的五连胜了，不是你的绝技吗？没有什么绝技，我的绝技我没有绝技。皮皮诺是你回家一趟，叔叔再做满汉全席吗？没有，再给我炒个青菜。我爸在给我炒青菜，欢迎大家！今天都输了好几把了，连输好几把，两把、三把、四把了，都连好像连输四把了都。讲讲讲。哦，你是煮的饭吧？你是煮的饭吧？
哦，啥你要这么倒点火浇回来吃呗。这个包赢，好，我信你了，翔哥，我信你了。鼓个掌，先击个手，我替你击个手。我们左手是我，左手是你，右手是我，击个掌。谢谢默念，谢谢。这是半夜跑回家的，一会儿说我信你个鬼。1000票包赢。1000票能赢呢，就这个对面，就这个1000票能赢呢。我咋这么不信呢？我咋这么不信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1000票能不能赢？500票就能赢？真的假的？我操！我给你点个赞，谢谢翔哥，谢谢默念，谢谢浪漫马车，谢谢邓哥。这都厉害，这都能算得到的。你要听催眠曲，小姐姐，我们带哪个特效？随便带哪一个。嗯，我们是带丑的还是带好看的？随便啊。我的网有点不好。好，你就带这个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好的，拜拜。金，我这有。嗯，翔哥送给你了。我这个眼睛吧，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的，啊，送给你了，嗯，送你了，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的，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的买的眼镜，送你了，1块钱的，啊，好几十块哟，我这个眼镜好几十块哟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眼镜好几十块的，那还是太阳镜呢，看到没，还是个太阳镜，好几十块的，我大学时候买的，好几十块，好贵的，起码我买的时候好像是88吧，88块钱的，好多年前的。这是我买的第一个眼镜，这是我买的第一个墨镜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这可是我的老宝贝，送你了，嗯，免费送你了。你是说我只能配这个眼镜？不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能配这个眼镜，而是呢，这个眼镜呢是我的第一个眼镜，它是我的宝贝。我唯一的一个眼镜，第一个眼镜，所以呢是个古董，在我这里可能它不值什么钱，但是在我这里是我第一个东西，嗯，在我这里很值钱。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衡量的哦，翔哥。这个是不可以用钱衡量的哦。关键是我戴过的。
一会儿翔哥该晕了。纪念意义。编的好有道理的样子。本来就是啊。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买的眼镜啊。这可是有纪念意义的眼镜哦。是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为了去厦门玩的时候特意买了一个眼镜，结果去了没戴上。结果去了没戴。没戴这个墨镜，没戴这个眼镜，然后一直放家里睡觉。然后平常的没事拿出来擦一擦。没事平常拿出来擦一擦，没事往眼镜上框一框。然后呢想着哈，去三亚戴上这个眼镜，哦吼，又没戴，又跑那去买一个眼镜，趴下买了第一个眼镜，不知道丢哪了，走路的时候挎在包上，挎的丢了。买的第二个眼镜吧，被海水冲跑了。然后就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。你懂吧，唯一，明白吗？十年前买的，怎么可能？大学怎么可能是十年前买的？我是2014年买的吧。翔哥收下吧，总比啥都没有的强。我跟你讲，我去三亚丢了两个眼镜还是三个眼镜？我买的第一个眼镜挎在包上，不知道掉哪去了，可能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手滑掉了，然后没听到声音，然后就丢了。有可能是骑那个小电驴，然后丢了，然后完了第二个眼镜，我明明看那个眼镜夸一下掉水里了，掉那个海水里了，我想去捡来着，我又不敢捡，明明看着他在我前面，我准备想跑去捡，但是我又不敢捡，我怕被海水冲跑了。然后当我想去捡的时候，手刚伸下去我又缩回来了，然后就冲没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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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不曾发现。关了。Hello，你刚连我的时候，我刚开播，人不是很多，就没见。那我们玩点啥呢？我们过程不玩了吧？最终你要玩什么？头上套个衣架子吧。衣架，我刚搬家，我还没去买衣架。今天，那你就套个塑料袋呗。行，可以。那我闭麦哈。好，咱们我们打完这把，成功。这把打完了也不打了，这把 PK 打完了我们也不打了。聊会儿天，我们就要下播，我要去吃饭了，饿死了！等下就给你们直播吃饭了，我要。谢谢默念，谢谢。你们打不过对面的，我们打最后一把。打完我去吃饭，我给你们直播吃饭。打什么？套个塑料袋，套塑料袋在头上。等一下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就得套着塑料袋在头上，然后呢去吃饭。不要吧，感觉等一下都饭都吃不下了，还是不要吧。打最后一把了。没事，你套吧。我不想套。翔哥，我不想套。我不想套塑料袋。我等一下要吃饭的，等一下自己都吃不下去。不行，不想，
听翔哥的，那你套吧。不行，不想套，不能套。我要去把我的秤拿来。我要去把我的秤拿来，我看一下我胖了多少斤。我感觉我现在有90斤。你们信吗？我感觉我现在有90斤，你们信吗？我感觉我好胖啊，天天嚷嚷着要减肥，天天晚上吃夜宵，先摸摸肚子有几层就知道了，一层，一层，哎呦，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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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山上的山花开呀，我快到山上来。这把套吧，对面大哥在。谢谢默念。不，你不超过100斤都对不起夜宵，那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过100斤的。这辈子都不会超过100斤的，你放心吧。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过100斤的，谢谢翔哥，谢谢，谢谢翔哥。哦，我刚上去我就没了，屁股刚坐热就没了，死球那个。屁股刚坐热我就没了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也没办法。翔哥的，我不想输的，天天坐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该起来站了。嗯，偷塔啦，我们一起偷一下塔吧，一起偷个塔吧，我的爸爸，一起偷个塔吧，兄弟。真的，我们一起偷个塔吧，一起偷个塔吧，去拿塑料袋吧，我不想偷。我是半仙，你算命的。哦吼，哦吼，哦吼。赢了，赢了！谢谢翔哥嘉年华，谢谢。Thank you， 谢谢翔哥，感谢翔哥，谢谢翔哥嘉年华。嗯，这刚好有点干。谢谢茉莉，谢谢。我买的吃的，我拿出来。还有啊？没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可以。嗯，拜拜。嗯。所以对面就一百。哎呀，起来吃饭去。吃饭。山上的山花开呀啊，我快到山上来。我以为是至尊礼炮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今天还没见过大炮呢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端饭，我去打饭了。
知道这个是啥不？知道这是啥不？新房子，自己家做的，自己家做的，自己家做的，等一下，接个 PK。哇塞，你怎么在吃东西啊？我饿了，所以我在吃饭。这么多人看你吃饭吗？厉害了！你们家哥不馋吗？他们目前在，他们在研究我吃的是什么。海苔呀、啊，这是青团。哦，你说你想干嘛？说了干嘛？说了你把那碗饭全吃了。我几口吃肉。你说我不把你打肥。你说了全吃了。你不说我也要全吃的。感谢我甜茶哥的掌上珍珠，掌上明珠。你说吧，多长时间给他吃完？一分钟。这样吧，你输了你，输了你去桌子底下吃饭，行吧？好，可以吧？你把头伸到下面去，你整个人都要到桌子底下去吃饭。好，我已经卑微到 我干嘛？我已经卑微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你说了，你都多了，你还说？OK， 真的是我已经卑微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要到桌子底下吃饭。我已经卑微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我感觉我好卑微。我感觉我好卑微的说，赶紧吃完，哪有那么快？哪有那么快？我这碗好大的，我这碗好大的，我这碗。人家晚饭一个手，我得两个手，这么大应该还不够，两个手扒着还不够。哪有那么快吃得完？就没有十分钟我都吃不完的，这么多饭，这么多饭没有十分钟吃不完。谢谢翔哥的眼镜，谢谢。
谢谢默念。然后要收了，我要钻桌子底下去了。收了，我要钻桌子底下去了，我要。赢了，谢谢翔哥，谢谢。谢谢翔哥，谢谢梦念。我那个桌子太矮了。嘉年华，过来，过来。我靠，你家还有个宠物叫做嘉年华呀？嗯，我们家猫猫叫嘉年华。哦，那我改天我去养个宠物，叫做至尊礼炮。大炮。改天我去养一个。改天我去养一个叫做至尊礼炮。他不理我了。好啦，我走了，你去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操！可以呀、啊，欢迎翔哥。还有个把名字叫做嘉年华的，我下次我就那个啥。我下次我就养一个猫，我管它叫至尊礼炮。睡觉了，好，翔哥拜拜，翔哥拜拜，晚安，翔哥拜拜，晚安，再见。叫智者诺诺，你可拉倒吧！教我做什么？教我做什么？真的是，拜拜，晚安。这么多人看着你吃，你好意思？要养什么猫？养一个不能动一个猫，一个娃娃猫放在那里跟这招财猫，养一个招财猫放在我家门口，没事我就叫它至尊礼炮，没事还能经常给我打招呼呢。我说至尊礼炮，他还会这样子呢。嗯，你不感觉你这个大圆脸特别招财吗？不觉得，他是漏财的。它是漏财的，它不招财。好酸。
菜都黄了，吃晚上的剩菜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家好穷的。撤了撤了，说好不熬夜的，给我干到这么晚。没事，还能干到明天天亮。真的，皮皮侠干到明天天亮吧。皮皮侠干到明天天亮吧。什么情况？没事，我找你出去吃烧烤去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不去，吃着办的。啊，不去啊，不去，那能玩玩具绑石不？打绑石啊，打不了。啊，明天打。我换一家啊。明天打。嗯。嗯。一会儿该说吃完减肥，那么着，我吃完该上秤了。我吃完该上秤了，我。天天吃青菜，吃青菜不好吗？吃青菜不好吗？青菜维生素多。吃青菜不好吗？的。
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拿一下我的秤。你们等着，我去拿秤去。我秤哪去了？哦，这里，这里有电池吗？电池都没有啊！等一下，我上个电池哈。我看一下。妈呀，这电池磕下来。我不想看了，真的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我不给你看，没有上百，没有上百，上百倒没有，就是我感觉我胖了好多。吃完就瞬间感觉我胖了好多，上百了没有？没有，上百倒没有，上百倒没有，就是90多了，也差不多了，估计差好多。那离100斤那都差好多，90多，这90多，但没有那个啥，没有100。我下播了，我下播了，洗澡去睡觉了。我下播洗澡睡觉去了哈，我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我下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再见。